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麦。今天吃的是花甲粉、鸡翅包饭，还有炸臭豆腐。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配。花甲粉这个料还挺足的呢，还有一个虾。好吃，这是蒜蓉的，它这个粉有点像土豆粉。还有干豆腐，小米辣，这小米辣还挺辣。好吃好吃，空的都掉在这里面了。尝一块臭豆腐，好吃。它这个炸的特别好，不是很硬，像有的炸的就是外面已经都干了，就不好吃了。我真的是非常爱吃，只要是在街边一看见有卖的，我就想买。有接受不了炸臭豆腐的吗？好像应该好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。鸡翅包饭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吃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，我怎么才吃它呢？奥尔良味的，然后它里面这个饭黏黏的，符合我的口味。这三种配在一起真的是无敌好吃。
这个真的是好香啊！那今天就吃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朋友们请点击关注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